看到没有？请掌声，谢谢。哦，那是电龙哦。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所以我刚刚是想说，先放着，然后看一下聊天室，人就来了，龙就来了。啊，都知道他要干什么啦！我就静静看着你装逼。娃娃的是电哦，就是那一只啊，我觉得那只很可爱。我一直搞错只吗？抱歉。有了，我跳成就了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再就是小屋，火龙的尾巴抱枕。嗯，模拟一下。不然感情会不好。你要乖乖听话欸。给你们看，欸，我昨天应该说今天早上五点快六点的时候，我就去那个。巨魔之地啊，就巨魔之地有八个点有这个，对不对？那他那时候八个点里面有五个点都出毛级，超夸张，没有录影真的很可惜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丑八怪区，这边是我们的温泉区。你看。那这边是我们的水族箱区，下面这只鱼超难钓的哦。下面那只鱼，我每次去晚上去那张地图，都跑去看它，几乎都没出，就昨天就出了。昨天就是我抓完那只大蜻蜓之后，想说再拼到再去睡，然后就钓到了，然后。一堆鸟叫声是因为这边吵死了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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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啾，这个啊，就觉得很可爱、欸。然后满地的向导兔，你叫神秘鱼，你叫神秘鱼。跟变设计，基本设置，房间主题，传统，哎、欸，跳成就嘞，怀旧，我喜欢怀旧的感觉，壁纸，哦，啊，没差，白痴哦，传统，朴实纯，哦，好丑、哦，还是木质的好了，木质的这个。地板，哇，怎么都这么难搭、啊？这个灯具哦，哇，高级啊，我喜欢，这太暖了吧？买这个好了，怀旧、朴实、耐用，灯光明亮点，心情才会好。啊，请问这叉哦，这是什么？要购买就买呀、啊，点数那么多。不，你看一下、啊，白的，跟变图案，有什么图案？哦，
确定。买，确定，确定。欸，窗帘还有，还有什么？毛皮。没了，布置完了，就这样。哦，还有一楼哦。你抓了五只神秘鱼，你是说神带鱼吧？它叫神带鱼呢。典雅。买一买，都买一买，点数多啦，买一买。不要，我要高级椅子。哎、欸，木头不错哎、欸，还是用木头好了。桌子上，哇哇哇！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我们先放这个，先买。有凤梨。这个棒，成就不是说神秘鱼是神秘鱼吗？好吧，就刚刚那一只啊。高级沙发，吼吼吼吼！跟变材质又是什么材质？哇哈，好细哦。哦，那我要赢。哎、欸，白痴哦！等一下，我没有存到高级沙发，更变材质赢，确定。床。哦，对啊，我以为也是叫神秘鱼啊，是之后。找想找神秘鱼找不到，才知道它叫神带鱼。我不行，啊，这个好了，太高调了，不适合我。哦吼，哇，哇！跟你说。我要这，嗯，这个原本就有，哎、欸，那样先买一买，哦，花点数的地方，买买起来，买起来，先长盆栽，买起来。你在上班看台哦，谢谢你，感谢你为了我贡献这么大。聊天室的大家，谢谢他，白痴，麻袋酒瓶铺石，脚家具，和服布料，那这边嘞，啊、哦、都一样哦。好啊，这样啊，我要放猪猪，猪猪，猪猪，应该叫小雨回来玩的。哦，里面不能放东西啊，这个却可以。这可以放什么？一，哦，他放的东西好多哦。那我这个，然后都放猪，四，不，不，猪不能一直放吗？可以吧？拜托，我都要这种猪。哎、欸，不行，他不行，
哇哇哇哇哇！哇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哎，这个是我现在 YouTube 的奖牌，那我不要了，我要换回来。改变材质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！看有什么可以可爱的东西放，好啦，放这个，然后。贝壳。好，哎、欸，还有床铺还有什么灯具？哎呀，那这几个就是达成那个啊，这个是抓伶俐鸟的，这个是抓不知道什么鬼东西的，这个是抓，靠，我也不知道什么鬼东西。小玉对你好不好？我放这个，钩锥，地毯。不要用兽皮，不要。哎，我们换二楼。B， 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然后可以放东西，是不是？先买一买。他手上拿番薯呢。好啦，那就铺蜘蛛了。啊，那如果放这个可以放什么？哦，一样哦。啊，没有蜘蛛哦。跳成就啦！地毯二楼，请不要用兽皮，谢谢。吊饰类，哇哇哇！欸、钓鱼哎、欸，小鱼，你看，不听话就被吊起来。咦？欸，这好可爱哦、喔。对不起，我还是喜欢这种可爱的。壁面，哇，好看！驯龙，龙山龙，哦，啊，不能多放铺蜘蛛哦。好啦，我喜欢这个。小的，放盆栽吧。
可是你能放什么？啊、哦！你要放什么？你要放什么？这个改一下，我们放。隔壁放化石，这边放琥珀，壁画大。花园，最后了，最后了，快可以关台了。嚯、哦！没关系，我们点数，今天晚上开台又会回到六十万马克十百千万对吧 ？Maybe 永充冻土植物，嗯。哦，可以重复哦，好诶、欸，蛮好看的诶、欸，这个。好了，布置完了，怎么感觉没什么差、啊？没有无感。叮叮，这个是蝙蝠。好啦，五点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。我有记得设定，看好这个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大家拜拜，晚点见。